看起来很高。啊哈，一次成功。这里要跳下去吗？哇，哦，吓死我了，这一关还没有结束啊，老弟们。第一次有点难哦，跳上去然后躲第一次，还有一个非常难跳的门。这里倒是挺好跳的。啊，痛！啊！我终于又回来了，我再也不说好跳了，刚才失误了。啊，这！我真的是服了呀，猜的真实呀，同一个地方居然连续失败了两次，这可不能忍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兄弟们。我的妈呀，差点连续三次。第四关，第四和门，加速跑第四迷宫。这种关卡必须用经验堆出来才行，一定要慢慢的跑。死不要紧，但不能白死，一定要记住路才行。左转，右转，左转。不要怂，就是干。左转，右转，左转。哟，还有这种东西，我的妈呀！跳！啊，太突然了吧也！我感觉没有跳到正确的位置，这时候只能重生了。我终于又一次的过来了，跳！这次跳对了。哟吼！还没有完。哇，这也太长了吧！再坚持一下，我觉得就过了。加油！左转。啊，还有！我的妈呀！我现在心里慌得一皮，不会掉下去就死了吧？这么高的吗？什么声音？哎，过了！从这里开始就有跳关的选项了，说明越往后越难了。今天我们就先玩到这里吧，因为我后面还没有打过去。明天我一定打过去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